明熙，今天是11月20号，是我们一起四年半的日子，也是我们结婚的日子。我真的很开心可以终于来到这一天。希望他又开开心心，还有呢，两公婆呢要有商有量。姑娘穿起龙凤褂，富贵吉祥又荣华。即系大家沟通下咧，同埋就冇嘢噶啦，吓，开开心心最紧要。大个女啦，有商有量嗰啲咩咧？大家互相关心，吓，长大噶啦。王永康先生，请问你是否愿意娶李明熙小姐为你的合法妻子啊？我愿意。我请在场各人见证，我王永康愿意你李明熙为我合法妻子。是并向你许诺，从今以后，无论环境顺逆、疾病健康，我将永远爱护、尊重你、敬爱你，终身不渝。